大家好，我是阿广。前几天饭都摆完，都没有空整理。今天刚好有空了，去把它整理一下。啊，已经整理好了，现在还雨季了，天气冷了，我们试试一下能不能放到，走。碗已经全部放下去了，我们再过半个小时再过去收。我们现在过去收起来，看有没有鱼。已经过了将近半个小时了。哦，难搞喽，拉那么长都没有看到一条鱼。空斤，没货，一条都没有，什么情况？我们已经回到鱼排了，下白碗，一条鱼都没有抓到。白碗，真是白碗了。我们上去把前两天放的那个钻鱼笼拉上来看一下有没有鱼。我们的鱼笼放在屋子里海底下面。之前这个笼呢是放着在那边装虾的，然后那天我把这个板撬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下面一群一群的好多鱼在下面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笼拿过来这里装，已经放了两天了，来把它拉上来，希望大货多多，这里绝对会有鱼的。哎呦！你看，拿那个烧碗过来。好，我去拿。我看到鱼了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镜头拉过来。啊，你看，哇，好多啊！哇，鱼来的，黑鲷，还有黄鲷都有。能把它拉上来吗？能。又跑掉了。哦，还有鱼。哦，哇，你看，哇，柠檬，我不敢动，帮我拿烧碗过来。下什么白碗啊，在这里钻鱼好了，这么多鱼下白碗一条都抓不到，这小黑鲷等一下把它放了，还有没有，哇，这里还有几条啊，还有虾，那小虾，哦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哇，这条小的放去那边养着吧，我拿这个碗出去把它洗干净再装吧，这里太多泥了，大大小小有一二十条吧，还有一条柠檬，黑鲷、黄鲷，这条黄鲷够大。哇，那些泥虾啊，今天就装了这个碗兜，就装了这么多鱼。我们挑小的把它放了，大的拿回去撕。这些鱼苗呢？走吧，回去吧。还可以，这里有两斤多鱼。把这个碗都收起来，我把这个木板洗一下，太脏了，刚才搞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看感恩视频的朋友帮忙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